此时兄弟团成员刚刚结束了黑桃关卡的撕名牌大战，分别进入单独的隔间查看身份。为防止偷听，导演组为每个人都准备了隔音耳机，并在耳机中播放了精心选择的音乐。戴耳机，我在附近 TV 有一个外号叫做“变种者”。哇！这是个雨琦的歌呀。头好像不是。哦，搞错了。什么意思？ Cool。 哎，这是为什么是我的歌？因为好听啊，因为好听啊。不管多遥远的距离，相遇都成了奇迹，有情也为你而坠落。把耳机戴上吧。好，我忘记我写。不做些什么？要唱吗？你是真的听过这首吗？还是你才刚刚听的？放会歌我就想唱。注意看，这个用嘴打节奏的男孩叫星星，有观众能猜出来他在听周杰伦的哪首歌吗？哟，哦哦哦，哎，嗯。